丧失咗一切嘅财产，有使得佢丧失在这个四川地震灾难的时期，我们教会的声音好像不是很多，真的不知道说什么，但我们肯定跟所有的市民一样，非常之关心，非常积极去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。个别的人都会说一些糊涂的事情，我们没什么冇乜驚奇嘅啊，不過我哋絕對唔會支持咁嘅講法啊。